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次的进击的初中生牧尘解说。这一次我为大家解说英雄联盟，以后也会出很多期的，这一次是第一次出，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完善的，请大家还是不要吐槽啊。由于经费关系，什么符文天赋啊，那些很专业的东西，大家还是去在网上搜吧。然后第一盘呢，我也不敢太嚣张去打排位赛啊，因为我自己排位也是不是很厉害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就给大家打一次匹配吧。这次我给大家介绍英雄是他，疾风剑豪亚索。这个英雄是我经常玩的，也算是我在万千英雄中玩的比较好的一个。我也不敢说我玩的怎么好了，但是我对这个英雄还是有一点独到的见解吧。现在就让我们等待一下吧。然后亚索的话，我要讲一下他天赋吧。天赋就是21-90，符文的话固定攻击9个，然后呢，固定攻击9个，然后固定魔抗9个，然后黄色是固定物理抗9个。都说了是晋级的初中生了，所以说我这个初中生了，技术可能不怎么样啊，但希望大家也陪我一起在这其中成长吧。现在等他们选一下英雄。好，现在英雄已经选出来了，但是好像对面有一点凶残的样子，不过我还是完全不虚的。我们这边呢，下路应该是凶之眼和探眼家，就 EZ 嘛， EZ 和大眼在下路进行和对面的萝莉还有一个估计还没出来，就是他和他一起对打吧。然后我中单好像应该是和李清还是谁吧，哎呀反正到时候看了，像分析战局什么的最难了。这段时间我就不行，大家等待了吧，我就先把这个先暂停一会儿，免得大家等待的时间有点长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，已经进到游戏界面了。玩亚索的话，我一开始喜欢点暴击，因为我们的符文已经提供了比较高的攻击力了，像我们只要把暴击叠起来，这样打的效果也是很好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到了2级、3级的时候，我首先来选择升 E， 因为把 E 升起来就挺好的。哎呀，哎，不要再细节了。升了2级E 之后，可以很快的去 E 小兵啊那些的，突进冷却就稍微短一些。可以连着用。哇，中了，真是一级拼的时候你不要虚，因为
你是有 Q 的，再加上你有这个风墙的盾。不然一级对拼都比较虚他们。真是刚一进就死啊，录第一期节目就死了，的确有点不好意思啊各位。OK， 这里再把那个很嚣，哎呀，点错了，刚应该选 E 的，这里把这个很嚣张的王森给干了。OK， 现在把 E 点就可以了。嗯，那个王森也是的，这么嚣张，还不回家？你再把塔推一下，因为我们打野来了，打野爸爸这个附近。记住，盲僧都一般的，他的连招都是通过他的那个，都是通过他 Q 来打出来的。你只要用风墙 W 把 Q 给把他连招，他一般发不出连招来，或者经常用 E 来躲他的那个招式。这拼的也是势均力敌的。OK， 但是我这里有很大的优势。哇！吓死我了！哎，啊！没办法，至少交闪现了，对面打野来了。还是再守一波吧。对面打野爸爸应该走了。好，我最爱小兵了，小兵还是最好的。然后前期尽早把电刀给走出来吧，你把电刀走出来之后，整个的攻击和暴击就增加了很多。哎呀，这打野啊，被对面打野和上单给危机了。挡掉了！哎呦，好凶啊他！
也没想到他直接这么果断把大招给交出来了。怎么逆风啊？这局真的是打的，哎，说多都累啊。怎么差不了眼？难道是我打开方式有问题吗？赶紧把什么？瞎子去那边了。OK。哎，我这是边录节目边有人跟我聊天啊，因为我同桌。是我送你，真是对不起啊。这德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好奇怪啊，这德玛。跟他逃不掉了，跟他拼了算了。也逃不了，跟他拼了。我继续说，刚刚同学一直找聊天，说这期录完给他发给他看，我真是我脸给他看了这期，我真的录的不怎么样，完全崩了。然后我那位同学，就我同桌，他也挺喜欢啊，不算挺喜欢，他有。经常玩过这个，还有玩过英雄联盟，然后算是一个比较坑队友的，就是每次打的时候都想啃鸡翅，然后就把队友给坑到了啊。有视野还是怕有人来捉。去下路支援一下。天啊啊啊啊！这瞎子玩的好狠呐、真是对不起下路的兄弟啊。哎，怎么办啊，瞎子也起来了，他们要去打小龙了吧。这去喵级，喵级，我就来喵一喵，不跟你们。上去随便换了个人头啊。所以说这第一期就没不好啊。这是要打算